接下来让我们介绍 PDY 的另一项产品 Smart Charger PD， 它有一个 Type C 有 PD 功能的组，还有两个 Type A 的接头，跟原厂比起来，原厂只有一个，真的不堪使用。它也通过许多班规的认证，那它是不是具有 PD 的功能呢？让我们来实测看看。接上 charger 之后，看一下充电的效率。执行 PD 的功能呢，现在有 14.5 伏了。现在让我们来试一下，它是不是三个座都可以同时充电呢？把线都接上去，来看第一个 i8， 可以。第二个行动电源充电中，第三个 i7 也是可以充电哦。所以三个同时可以充电是没问题的哦。